商业险可能确实暂时目前的话没办法投保，可以投保交强险。我说新能源货车买不了保险，你们说我造谣，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。你好，欢迎使用品牌车险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我。你好，先生。我几天前就打电话问你们买保险，就是我这个货车需要买保险，你们那个买不了吗？车牌多少呀？川 ADR。新能源的是吧？对，新能源货车。货车的话现在是在我们这边柜台办理，先生。现在我就现在还能不能买？我去了柜台两次了，他说不能买。柜台两次了。去了两次了，他说暂时在公司管控，无法购买。啊，我交强险我知道，交强险肯定可以买了，我买的是商业险。哦，商业险吗？商业险可能确实暂时目前的话没办法投保，可以投保交强险。这是为什么呢？现在的话是考虑到系统升级嘛，现在暂时买不到商业险。你去年是买的哪家保险公司了？可以咨询一下。我因为我都。他升级要升级多久啊？我都买了，我都十多天前我就打电话，我就去问了，他就没法购买。他现在你们还在升级，还无法购买。暂时现在买不了，先生。那大概什么时候能够购买呢？目前还没有通知的。如果您这边脱保的话，建议您在其他保险公司先咨询一下，把保险续上。好吧，好吗？好，那先就这样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好的，再见。朋友们，你们听到没有？